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走啊，麻辣锅，敢不敢地狱辣？走啊！因为现在宋志强是我的艺人，所以我没有打算让他拍摄这类型的广告。宋志强的经纪约不是在美克奥吗？当然不能放下一期啊！那这一期广告怎么办？看样子他公公真的买下公司了。女力报道，小资女上班记。立 TV 线上影视。